这个叶千羽，总经理，大雷，把叶千羽给我叫过来。好，俊浩。 怎么了？是什么？啊！哎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！ 助理，这个文件是你的吗？好像是白天掉进清洁车里的，我怕是什么重要文件，丢了就不好了。啊，对，是我的，不过没什么用，正准备放进那个碎纸机里呢。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。不客气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叶千羽，总经理找你。找我？总经理，范总监。 是谁让你动我东西的？什么东西啊？总经理桌子上的文件，不但被人翻的页码错乱，还少了关键的一页。哦，我刚刚是整理了一下。少的那一页是不是你拿的？我没拿，我什么都没拿。那为什么你打扫完卫生之后就不见了？我刚刚启动吸尘器的时候，正好是吹风模式，文件就被吹到了地上。 我只是捡起来放好而已。会不会是吹到哪个角落去了？叶千羽，那张文件是公司的核心机密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被你当垃圾扔了？我真的没有拿，我平时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任何文件都不会扔，除非清理碎纸机，不然保洁也没有权利动任何文件啊。 出去！以后不要再踏进我办公室一步。我真的没有拿，我没有拿你的文。大伟，你让徐总监把报告再发给我一份。好的，总经理。 经理的办公桌从来不让任何人碰，没有人告诉你吗？艾大姐交代过我的，但我真的只是把文件捡起来而已。那可是公司的商业机密，要是传出去，就完了。那我再找找吧。 他们就在那儿。赵群，你到底拿到了什么 ？Samwell 对 Marvel 的应对策略，想必你们很感兴趣吧？希望你带来的东西能物有所值。这可是从单俊浩办公室流出来的文件，绝对的机密。如果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保洁， 我也拿不到。
糟了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让公司的机密泄露。赵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亲爱的妈妈代表，你好了，首先我要。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！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？文件早就被我调包了，还给你。这是赵群和 Marvel 的邮件往来和通话记录。事实证明，赵群已经不止一次把 Senwell 的商业机密卖给 Marvel。 赵助理，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好人，你帮我买咖啡，叫我学英文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错了。张明翰，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？我会把赵群暂时交给保安部报警处理，损害公司的行为我绝不允许。走吧。张副总身边的人还真是能挖坑。单总，我及时弥补了自己的错误，所以是不是不用被开除了？我觉得叶倩宇应该升职，要不是他，三位我不知道有多少商业机密会被泄露。谢谢徐总监，不过我还是想继续留在后勤行政部。这几天通过打扫卫生，我在很多细节上看到了森威尔的经营理念，这是我从未意识到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我想把现有的工作做好。因为做好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不简单。可以，只要不再进我的办公室。知道了，总经理。好了，都去忙吧。对了，总经理，你借给我的衬衫我已经洗好了，昨天就拿过来了，但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衣服我已经扔了，我不穿别人穿过的衣服。